为埃及么子阿个努达查菲就叫个马扎拉，第一叫热带博览会。这个埃及今年做呢，你做今年都不能，我叫轮到卢萨布斯卡德罗古博萨达里卡切。这个埃及戴姆古的今么也叫达布斯卡斯巴德。这个做今年做呢，那小小班罗蒂的那个查理县，埃多蒂纳曼对叫杜里斯，我卡卡巴斯们是个马掉拉卡巴斯对叫卡拉卡拉。说这边爱叫个马掌啊，在转热带博览会嘛，在阿哥屋爱叫个一转人，家里卡些卡些，把家轮到路上不是个多古，不把啥家里卡些，这个叫些人带蘑菇，一转满身的都不是个 spot， 还叫他跟注意阿哥屋的旁门安，把什么个多多么些对弄啊，一多叫古个，阿弟就那么破了的，就马轮你嘛在阿哥，这个后来的那把孙多叫几个亲人，阿弟就打拉郎你嘛在阿哥闲爷爷。屏东农林渔畜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生产基地，尤其呢在农业的生产上、花卉的生产上、水产养殖渔业，从山到海都有不同的特色。三都出差边，哎，就看那叫那罗地镇那个产业线，完全是专门给么子多园区啊个叫那个，像我哎多一节叫黄毛，个个完全出啊旧历史，把么掉了地出啊个啦个啦，这个叫修边么子那得是个大个人，不个得吧个吧子。要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跟我们的县府移民处帮我们争取靠近入口处这边，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这个红梨田非常漂亮，希望比去年更好。可以让我们原住民的一些特产啊、产业啊、手工艺品啊，透过这个平台，然后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原住民排湾族的一个特殊的一些食的文化啊，还有一些我们手工艺的文化这样子啊。这个做客人呢，那小小白人落地在那个嘉义县，伊尼个面呢做苦气啊，是巴不留的，伊就得做爱玉，个多阿拉忙得在个拉个拉，马个也记住个深深多拉人。这个爱叫进来人多，我们是么在个度阿爹跟着我们，阿爹就那么不拉的，那么得去就叫几更，假如你么在把去那叫呢，这个那对母娘那把得改。